暗恋是不能说的秘密，止于唇齿，掩于岁月。暗恋一个人是五味杂陈的，甜的苦的都悄悄咽下，最终在心里泛起一阵酸涩。暗恋最心酸的感受是怎样的？一怕你知道，又怕你不知道，最怕你知道却假装不知道。而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来我对他特别好，我只能对每一个人都很好。在我连一秒都没有拥有过他，却感觉失去了他千万次，41万次心跳呼吸，也是10000次低头叹息。五，好想抱抱你，可是身份不允许。六，他是我的生活背景，我却只是他的甲乙丙丁。七，平时不敢主动给他发消息，好像多说就越矩一样，只能在节日18主后，连短短的平安喜乐都要斟酌千万次。八，像一只守着宝藏的巨龙，凶猛又天真，强大又孤独，温柔又狼狈，胆小又自由。久看他的动态就像做阅读理解，字字句句都要推敲好久好久。十，总感觉他身上有 WiFi， 但是又总不敢问他要密码。11，少一句怕遗憾，多一句怕打扰。12，无论我多骄傲，一见你就很自卑。爱恋产生的心酸到底都是这样吧，就像怦然心动里的那一幕，又比如初恋那件小事的那个镜头。这些话哪一句戳中了你暗恋的心酸？一起来聊聊吧。